大家过年好，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10:30，坐地铁来成都市最热闹的春熙路。那出地铁站呢，可以手机刷卡付款，也可以人脸识别付款，前面的屏幕就是人脸识别付款。成都的地铁都是要过安检的，地铁站出口一出来，这里就是卖美食的，除了手机微信支付刷脸付款，也可以在这里进行货币购买地铁票。成都市的地铁网络一共有18条地铁线。今天呢是大年初四，农历的正月初四，又称阳日。地铁站一出来就是 IFS 国际金融中心，那上一集已经拍过了，今天就不拍这个高级商场了。今天很多老年人在卖这个手工做的鞋子，这鞋子好钱双嘞？45，这个是手工打的布扣子做的，你趁着不慢慢在那猛劲捡来做的。这个还没做起来，做起好多钱算嘛？哎呀，做的没做就活的没得，跟你说也没得意思。就是。你早中开块张嘛，大妹子。啊，新年快乐！这都是小孩穿的嘛。啊。买早回家送你侄儿怎样的？有三孔子，有娃衣服，你看嘛。我这还是这块跟这块都是工艺品哦，手工自己制出来的哈。你这个费眼睛哦，十字绣。只要你懂得去费眼睛就费。所以说不管买啥子都有啥子，有好的有撇的，连我都弄来，现眼睛取上来就看不到了。哦，这都卖的好多钱？卖40。走路也不得行了，走路也要有点。他那个水当当，走路呢，起码得1800要找走路嘞。手工的鞋子，45一双。45。这个是布克的，棉布打的布。没什么，手工做的。棉布。打布扣，布扣做的底。这个不普及。绝对手工，环保。你做的不？这是几岁孩子穿的？你买好大的，大小都有。好多钱一双？45。这么贵？手工的。贵好才贵得起来，不好我跟你说贵不起来。那么，那鞋店没做起。老人家做的鞋子穿了增福增寿，小孩健康不生病。嗯，这个鞋店我也做了。还有双嘛，又回一双妹妹。我们先吃饭，我们一会儿过来。珠宝店不干了，关门了。哎，这就是店了。晚上8点准时开店，打包走人。我们有东海的珍珠，缅甸的翡翠。和田的玉石，不要看，我们卖的便宜，保证个个都是真货，个个都是正品。全场买到一个假的，赔你10000。今天买到10个假货，直接赔你10万。不信的，当场砸，当场验，当场兑现，说了不算，直接去法院。买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买一个就赚几百，买10个就赚几千。晚上8点正式宣布珠宝店倒闭了，不干了，正在打包，马上走人。家居用品、生活百货、学习用品、儿童玩具、毛绒玩具、彩妆日化，全场10元，全场10元，欢迎光临，欢迎选购。满库10元店，全场10元，所有商品一律10元一件。在春熙路靠近莲子口这边呢，很多批发商场，比如说这个九龙广场，现在也有卖零售的里面。那今天是大年初四，我们中国民间是迎接喜神的日子，今天全部是打折，羊毛衣50块，1件50，3件100。萌娃宝贝儿童内衣特价10块，这边2件150，也是全部结束，羽绒服150一件，这里是50块钱的毛衣，这里就比那些高级商场便宜啊。这边卖玩具的大爷身上都挂着一个2维码，微信收款。那我们老黄历说的三阳开泰呢，乃是吉祥的象征，也是恭迎灶神回民间的日子，所以今天大年初四也是迎灶神。那大年初四这一天呢，全家人在一起吃折罗，所谓折罗就是把前几天的剩饭合在一起的大杂烩。你想初一初二初三做那么多好吃的，肯定有剩菜剩饭。这里是白家手工肥肠粉，手打全手工，这个就是红薯粉，你看。
千里香馄饨面、牛肉面，隔壁是三仙桥米线。这真三鲜米线店在招聘，大家看一下，服务员工资3600到4500，储备干部综合工资3800到4800，主管综合工资4000到5200，店面经理5000到7000。在以前啊，大年初四这天就在家里打扫年货，清扫室内，把垃圾收堆放在一起，这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扔穷。今天还在大年初四嘛，所以很多小店还没有开门，有些是到初七就上班了。这里是盐市口的盐市小街，里面全是卖吃的。刚才我逛了一下，因为还有一些小店还没开门。春旭路租售中心，即九龙租售中心，位置是九龙广场，在6楼，面积是110平，年租金是每年32万。这里是中山广场1楼80平米，每年46万租金。这也是九龙广场110平6楼，每年32万。这是中山广场2楼，面积30平米，租金23万每年。7楼170平，每年45万。那在咱们中国福建莆田和仙游地区啊，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啊，有初四过太岁的习俗。家是乐山翘脚牛肉，还没开张。春熙路商圈这些小店的价格也不贵，你看荤菜19块，素菜10块。这是白家肥肠粉，不知道有些朋友吃不来肥肠的，可能就觉得这个味道比较重口，吃得来肥肠的觉得好吃。这边的鞋子打折，每双60块。这家是土家鲜肉锅盔，一个饼一两肉，现成现做。这锅盔好几个？1元。价格不贵，6块钱一个。这是瘦肉。衣服就比较便宜了，盐市口这边一件羽绒服啊就99块钱，一些高端商场就很贵了，因为都是品牌嘛，这些就便宜，100块钱一件衣服差不多。这些缺码的裤子也在打折，100到120。是卖鞋的，200块钱一双嘛。这边是卖美食的，肥肠粉、绵阳米粉、周妈蹄花汤。这里的就很便宜，五花肉10块3串，鸡肉10块3串，打里脊10元3串，牛肉10元3串，面筋10元3串，价格都合理。像这个烤鱿鱼每串才10块，这个大的才6块钱一串。昨天我在川仔巷子吃的是25块钱一串。新西路的价格还是不贵的，还有新鲜的冒菜，你看菜都很新鲜。这边是荤菜，麻辣烫串串香，每根签5毛，干油碟5块，便宜。熏肝大串、牛肉大串、蒙古大串，10块钱一串。这里是脆皮五花肉，这边是大肠，这边是五花肉。这个鱿鱼20块3串，现烤。坐满了人呢。节日期间，所有菜品每份上调2块。咱这米粉也不贵，每份才15块。这鬼包子哇，好多人排队。买2双减150，部分东西1999两双。中午来成都春熙路这个龙窗口来吃饭，大家看一下，根本就找不到座位，好多人呢。春熙路的华为专卖店，看一下，好像没有太古里苹果店的人多呀。春熙路太古里那个苹果旗舰店围满了人，那天我拍了嘛，楼上楼下全部是人。